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要有良好的生活环境，生活品质，要勤劳打扫，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到。当然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回收分类一定要做好，这样我们的环境才会永续。因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更加了解我们的资源回收项目，以及看看这些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范例，为您邀请到环保局的三位达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环保局技政，我们的黄桂娥。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记者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清洁队队长潘佳琪。主持人好，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队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区队长曾博翰。主持人好，然后电视机各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区队长好。这个要带大家来看哦，这个乱丢垃圾真的是非常的讨人厌。现在是科技执法，只要监视器一掉出来，每个人都会原形毕露。我一块来看看。大白天，女子从骑楼走出来，双手拎着垃圾，下一秒直接把垃圾留在地上。还有人戴着安全帽，手拿的两袋垃圾，根本不管旁边就贴着警语，直接把垃圾丢在电杆旁，直接离开。而这样的随意乱丢的行为，却出现在基隆爱思路夜市道路两旁，变成民众丢垃圾的地点。好像蛮长期有这样的问题哦，怎么说？蛮长期的。我倒是不觉得困难，但是摊贩应该会觉得困难，因为我们是店面嘛，是不是？那照单是谁丢的吗？因为这样会很脏乱呐。对吧？会影响到你们做生意？一定会啊。所以就变成那个某摊位的会一定会帮忙用啊。仔细看电杆旁贴满环保局警语，可能是怕不够醒目，还有民众亲自手写一份，但依旧还是有人乱丢垃圾，往往趁着天亮或者白天夜市没人，随手就丢。那有关于垃圾不落地这个政策啊，已经推行多年，就麻烦把垃圾丢在该丢的时间还有位置啊，就是丢到垃圾车。那有关于这样随地乱丢垃圾啊，我们一定会依法告发。垃圾随手丢，爱思路摊贩还没营业就要先帮您解决垃圾。环保局说，如果拍到监视器影像，查到违法乱丢者，就会依法开单告发。哇，真的中小型垃圾不可以随便乱丢，但是有时候开车开在路上，你会发现路旁怎么会有一个大型的家具在那里，大型的家具这种大型废弃物更是不可以乱丢，到底要怎么丢呢？我们先请潘队长来跟大家详细解惑。我讲一下大型家具，因为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个家庭里面如果买新的家具或者家里面的旧家具坏掉了，那找不到师傅来维修，那就需要丢掉。那这么大的这个大型的家具，可能丢垃圾车里面比较不适合的，所以说，譬如说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床柜啊，还有一些五斗柜、衣柜啊、桌子、椅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环保局在替你们包办，在替你们收。但是有很多民众可能都知道啊，这个打电话到环保局会接受啊，我们预约，然后在我们指定的时间地点，哦，清洁车会来帮他载。但是也是有少数的民众不知道，所以他就会趁着没有人在的时候就丢到路边，丢在山里面，觉得要让环保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清运这些大型垃圾。那在这里趁这个机会，再跟各位市民朋友再讲一下，我们目前申请大型垃圾有两种方式，那第一种是用网络的，这个比较现代化的网络申请，那我们有一个查询网叫做基隆市清运车便民查询网，那在我图片这里这个 QR code 就是说如果你上网比较不好查询的话，可以用 QR code 来扫。那这个查询网也是我们晚上垃圾车几点就是定时定点到达的时间，那如果民众上这个查询网也知道我们最近的垃圾车在我们这个居家附近什么地方有垃圾车可以来，那我们可以丢垃圾。但在这个查询网里面，我们就是说，我们看主要是讲大型废弃物，那你可以在这个查询网里面利用手机的 App， 或者是说电脑里面来登载你有什么大型废弃物有这个丢弃，那我们末端的我们的区队部会有受理人员，他会定时去上网去查询，然后会专门打电话跟你联络，再帮你载运。那第二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我这个图片上面有说，我们整全市七个区域，我们分成两个区。那第一个是
仁爱暖暖七堵区，这是我们的第一区队。那我们受理群益的电话分别是24312589和243125950这两支电话，好，请民众务必要记住。那另外其他四个区，中山、安乐、信义、中正，它的群益专线分别是24666863和24669902。你如果在白天的话，甚至只要星期天，因为我们区队不是休假，那其他的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都有专人在服务。那晚上四点之前，只要他们还没下班，你打电话过去都有人接，然后帮你登记。那在这里要特别有两点，请民众要注意，就是说你大型会去你登记之后拿出来，他会跟你讲你拿出来的时间，通常都是在晚上九点之后。那我们在隔天凌晨大概五六点，我们就开始排路线，陆陆续续将这些大型黑气球载回来。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拿错了地点，可能离你家有点距离，因为我们的车辆都是中型的大卡车，大概七吨半以上的，所以有些我们基隆市很多都是比较小巷道，或者你认为车子可以进去，但在里面没有路可以回转，所以那种的放置地点我们就不可能接受，所以要请你们要依照我们受理人员的指定地点来放置，那这样我们双方都配合得很好，可以将你家的巨大黑气球把它清理得很干净。是，所以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晚上九点以后再把大型垃圾搬出来，而且你要再到指定地点，这样子才会方便我们的清洁队员来收垃圾。对，那刚刚说到这个家具，大家就是说沙发啊、桌子啊、椅子啊这种大型家具。那棉被呢？棉被呢？衣服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博翰那个区队长来跟大家分析了。各位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就是有关那个棉被的部分，因为那种大型的棉被，还是建议说我们就是用刚刚的那个大型废弃物的一个登记，来进行那个所谓的一个登记处理。那衣服的部分是可以回收的，所以我们衣服还是可以交付给我们的一个回收车以上。是，所以棉被、枕头就是还是大型家具来载吗？枕头不行。我再补充一下哈，其实枕头我们通常是比较小的，大概一个顶多一公斤至两公斤，这种小东西的话，我们也方便市民，所以我们的垃圾车也可以接受这种一般的枕头来丢弃。那棉被就有分小跟大的，那我们通常是这样分哦，十公斤以下的棉被，哦，算比较中小型的，你可以丢到垃圾车，哦，我们垃圾车后面的压板可以将你的棉被一起把它当成垃圾把它压走。那如果十公斤以上的啊，有碍可能会占垃圾车的体积啊，或会影响到这个机器啦，所以说还是要麻烦我们市民朋友，透过这个大型废弃物的这个登记的方式，哦，可能是用网络或用电话来登记，那我们一样是可以为您服务的。哦，哇，所以大家要记住了，很重很重很多的棉被，那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大型的家具，就清洁队来帮忙载走。那如果是十公斤以下的棉被、枕头，你就可以丢在我们的垃圾车里面。那当然，这个垃圾分类摆摆走，我们要请区队长来跟大家分析，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是。那当然就是我们的那个一般就是大民众如果要丢弃那个垃圾的时候，通常都会整理一包回收物，那我们就是一样把垃圾交付到我们的垃圾车，那资源回收物就交付到那个我们的一个资源回收车。那我们资源回收车通常一个行政区都一周都会有三天来为各位那个服务。那我这边举几个比较常举几个东西给大家参考。就第一个有关厨余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厨余的话，我们主要可以分作所谓的一个收厨余及生厨余两种。那其实我们简单的判断，我们就是可以以说猪可以吃的，那如果说像猪可以吃的就是熟厨余，那猪不能吃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生厨余。那生厨余的话，例如像一些那个可能婆婆妈妈他们会熬煮那个大骨汤，或者是榴莲的一些那个榴莲壳。对，那这些都是猪没有办法吃的，那这些生厨余的部分就请大家就是直接丢那个丢垃圾车就可以了。那熟厨余的部分我们就是可以来去做一个厨余的回收。那我们熟厨余的回收就是在我们垃圾车的后方会有一个蓝色的厨余桶。对，那就是请大家就是那个，因为像很多
很多那个市民好朋友，他们都会用那个垃圾，用一个塑胶袋装那个我们的一个厨余嘛。对，那所以就是要请大家帮忙，就是把那个塑胶袋里面的厨余倒进我们的厨余桶，然后塑胶袋再把它丢到那个我们的垃圾车里面。对，因为毕竟猪不吃垃圾袋。对。然后在那个有几个比较长、比较特殊的，可能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像最近因为那个 COVID-19 的一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可能大家会自己在家里做快筛。那这个快筛试剂我们要怎么丢呢？那其实大家可以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还是要注意卫生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使用过的一个快筛试剂，那我们就是用那个塑胶袋把它密封好。那密封好之后，我们就是一样就是。以一般垃圾的方式丢到我们的垃圾车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那个枕头棉被的部分，其实就是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的枕头棉被的部分，就是还是以那个垃圾车的一个空间考量。那如果说比较大型的部分，就是还是要去做登记。那比较小的10公斤以下的棉被或者是比较小的枕头，还是都可以直接丢在垃圾车。谢谢。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哦，这个厨余有分生的跟熟的，只回收熟的，生的就直接丢到垃圾桶了。那快筛试剂一定要打包好再丢，这样子才有卫生安全。那其实回收的东西真的很多，要带大家来看回收旧手机，因为呢，环保署在今年10月办了一个活动，回收旧手机还可以抽大奖哦，快来看看。给我废手机，我给你抽奖券，祝你抽到一台新手机。这是环保署10月手机回收月活动，结合15家业者、22县市环保局，让民众可以线上线下回收旧手机，有50份好礼等着你抽。另外，业者也有许多优惠折抵，鼓励民众将废机回收再利用。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湾一年的手机大概有600万台的。大概600万台左右哦。那目前呢，回收率大概30万台，大概占5%。那我们从108年呢，就推动这样一个手机回收，因为现在整个循环经济回收在利用是整个国际上的潮流哦。那我们知道手机是一个资源哦，所以透过这样的活动。来增加手机的回收，30万是整年的，大概我回收率是5%了哈。那手机回收业，我们一个月的回收，从108年是2.3万只手机，那109年是3.7万只手机哈。那我们设定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突破到5万只的手机啊哈。这是手机目前的回收的情形。那另外呢，因为手机本身当然都有一些的，比如说哈基板等等哈，有一些都是属于资源的一种了哈。那如果透过回收就可以让这样的资源再循环利用。那譬如说举例来讲，今年在东京奥运哦，那奥运的这些金牌、银牌、铜牌哦，他们的这些材质都是透过手机或相关的资讯的产品回收哈，然后经过回收处理以后来做这些的奖牌哈。那我想最主要这是大家如果民众手机等于是不使用了，那放在家里也是一种弃置的，那对于整个资源的循环是没有帮助。那透过我们这样的活动，那来做回收哦，还可以加码抽奖哦。环保署为促进资源循环，每年10月都举办手机回收月，今年特地将回收点增加，以利回收便利性。业者也加码许多优惠，如果当月达5万只手机回收，还会再加码1只 iPhone 12供抽奖，欢迎民众踊跃回收资源。欸，真的哎，这个回收旧手机还可以抽奖。我刚刚听到在那个影片里面，就是全台湾去年就有2万多只。在基隆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区队长来跟大家分析了。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旧手机回收，环保署就像刚刚影片所说的，就是环保署在每年的10月定为所谓的一个手机回收月。对，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废手机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像金啊、银等一些高纯度的一些贵重金属。那只要在经过回收，然后提升后一些利用的价，就是它就可以提升出一些可利用的价值。那包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像3万只手机就可以回收出1公斤的金。
然后一万只手机就可以回收一公斤的银。对，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对，就是一个做一个做爱地球、做环保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收的一个回收的一个物品。那另外就是，但是我们那个像一般的手机，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铅啊、镉啊、汞啊等一些重金属。那这些重金属其实我们在焚烧释放会就是会有一些有毒的化学废气，那这些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空气污染。对，那像我们在去年度的一个手机回收月的话，那就是全国的话就是手机总共有回收3.7万只。对，那我们本市有回收1069只。那所以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的一个市民大众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是来在这个月份我们好好的来做一个非就是再整理一下我们的一个家里，那看有没有什么就是之前的一些旧的废手机，我们都可以来做这个废手机的一个回收。那就像刚刚影片所提到的，我们这个废手机的回收，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抽奖。那另外在我们基隆环保局这边，我们一样有加码，就是说回收的话，我们除了送一个抽奖券之外，那我们还会那个再送一串那个卫生纸。对，那所以这个是不限份数，也就是说你有几只手机，我们就会换几份给你。对，那这边来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说在10月25号到10月29号的那个早上9点到12点，跟下午的2点到5点的话，就是目前在我们环保局大楼的1楼大厅，我们这边现在就是有在做这个手机的一个资源回收。那另外在那个10月30跟31号的那个下午2点到下午5点，就是在那个公车循环站的一个广场，就是目前现在最新的那个东岸商场那边，我们也有在做这个手机的一个回收。对，那以上就是提供给那个我们的市民好朋友的参考。哦，这样算起来，其实今天是27号嘛，所以我们还有4天，只要拿一只手机就可以换一串卫生纸回家，真的还蛮划算，而且还会给你券，你还可以抽大奖，说不定 iPhone 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好，说到这个资源回收物，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的中原级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放水灯头。但是活动之后呢，这个海面上都会残留物嘛，水底下布满没有燃烧完的纸钱，这到底怎么办呢？你快来看看。潜水之工才一下水，就看到没有烧完的纸钱漂浮在水底下，不知情的鱼儿在旁边游来游去。就可以发现这个电线，这个都在水里面，然后这个造成的影响就蛮大的。当中还存在了一些保丽龙，以及现在我们很多使用这个再生材料所制作的这个纸钱，还有在这个水灯上面的一些灯饰的装饰品，用了灯饰就有电线，然后蜡烛等等，就有残留在海里。基隆中原记放水灯，五光十色的水灯头一路往海边前进，推下水之后将它点燃，水灯头在海面上形成了水火相融的特殊景象。在中原记释放水灯头之后，总是留下满满垃圾。虽然文化流传很重要，传统习俗也得兼顾，只是海面上跟海底情况真的是两样情。最近我们也发现了非常多我们值得探讨的一个永续观点。那其实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座子啊，底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问题。我们为了让它浮起来，所以早期会用一些保丽龙，那现在已经有减少了，但是还是有很多还是使用保丽龙当底座。而这些保丽龙呢，融化了之后，其实都还是在海里面，它是不会消失的。学者说到重点，希望维护传统文化也得兼顾环境生态，建议未来能够用竹子取代保丽龙，同时减少纸钱的用量。在放水灯之后，那环保局也会进行好所谓的岸边的一个清除啊，让整个的环境能够维持好。那未来如果能够使用所谓的生物可分解的一个材质，能够让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能够与所谓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啊，生态的保育和永续的发展能够做相结合，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会更有意义。国人环保意识抬头，在面对传承167年的中原记文化，如何让传统文化和永续环保达到双赢，恐怕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做出改变。真的要在环保跟传统中取得平衡，其实要很多人的投入。我们要请我们的桂儿姐、我们的季正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一大群很热心的志工，在中元祭之后都会参与这样的资源回收工作。谢谢我们主持人哈。
在此向各位来报告哈，在每次的放水灯的活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完结束哈，我们有一大群的一个好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清洁队员立即将现场放水灯的活动的一个海岸边环境清洁队派员哈立即把环境清除完毕啊。那另外呢，在整个那个我们中元祭的活动里面呢，整个人群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环保志工还有慈济志工每年都会到这个活动的现场去协助做资源回收还有环境清理的工作。在这个大型的活动之下呢，能够传统跟我们的生态都能够兼顾，这样我们的环境才能够永续的发展。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志工，我们的慈济志工还有我们的环保志工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当然也要是要呼吁啦，就是以后就是尽量就是用竹子来取代保利龙，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永续。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因为刚才大家说的是那个保利龙嘛，那天外天焚化厂旁有一个保利龙的回收工厂，处理保利龙时采热熔的方式，然后当地附近的居民都提出抗议，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块来看看。拒收保利龙，还我呼吸权。居民一大早集结在保利龙回收厂，大声说出心声，因为不满长期吸入难闻的异味，担心影响健康。它就是一种好像塑胶烧焦、电线烧焦那个味道，然后那个不是只有臭，就觉得那个味道有一点毒性的那种感觉。当初找不到一个更理想的腹地来做这个焚化炉，那我们这些乡亲们就觉得说啊，如果我们一直抗拒，这些垃圾没办法处理，那我们几十年来都大家这样过下去了。可是几十年后，现在连这个保利龙最毒的毒物都来这边焚化。居民抗议的是基隆市环保局委外设立的保利龙回收厂，现场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数量惊人。三年前才迁到这里，但居民常常闻到怪味道。早上市议员韩世玉、何淑平澄清：下的居民，大家每年都闻到这种刺鼻的这种塑胶味，那其实呢，让大家很难受。而且呢，有一些人呢也开始有这种头痛的这种反应。但我们知道说，这个保利龙的话，它是这个所谓的聚苯乙烯，那主要的话是属于苯啊。那既然是苯类的话，它其实它本身燃烧的话，也是会产生头痛，或者说呢，可能是这个骨头痛，或者是血液上面的问题。我们在整个地方住的整个大深澳跟地区，我们有这么多的社区，这么多的里，你们在这里焚烧是对的吗？跟玉作报告了，因为我们、那你先听我讲完，那你要还给我们干净的空气呀、啊。我跟你讲，这个产生的氮乙烯会造成我们恶心头痛。依据环保署公告，保利龙回收的处理原则是以热熔方式处理，将内部的空气和水分排除，可以减少98%的体积，以利搬运。同时强调，保利龙是以热熔处理，不是燃烧，不会产生氮二烯。总之算是比较经济，而且是大量在使用的。因为台湾各县市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有去访问过。像个保利基金会啊，或一些县市环保局，因为保利龙是一定会产生的，那产生你怎么处理？既不能掩埋，又不能燃烧，那只能用热熔。那热熔是将它的里面的一个组成，将它里面的一些空气跟水把它缩小成大概95%的一个保利龙球。那这样我们在运送或回收上，就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最后我们再到末端的这个保利龙处理厂。大家打成这个保利龙的颗粒，可再生制作再利用。那像我们大家这个安全帽啦、一些键盘啦、还有一些滑鼠键啦、一些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回收再利用的保利龙颗粒去做成的。尽管保利龙处理厂设置及作业都符合规定，不过现场也发现业者的防污染设备已经故障，放在一边。市议员要求环保局督促改善，长远考量。还是希望保利龙回收厂能够搬走，希望恶臭不要再出现。哇，针对民众的质疑跟回应，其实环保局都在积极处理。我们赶快把时间交给潘队长。是，这个
其实保利龙跟垃圾一样，垃圾也是我们自己产生的，但是我们垃圾没办法，还是要处理，还是要送焚化厂。那相对的，保利龙也是我们大家为生活上的方便所产生的一些废弃物。那我们环保局目前所在收的大概有看妈店，就是鱼市场的保利龙，还有一般传统市场，还有国菜市场，这些地方比较容易产生保利龙的一个集中地。那还有一些少数的一些家电业者，他们一些电视啦、冰箱啊，他们底下那个缓冲垫，这个电器用品售出之后，那缓冲垫也是要丢掉，就送到我们的回收厂。那其实保利龙它的成分是叫聚苯乙烯，那它的最主要就是苯。那其实苯是不会这个产生这个有毒性的，而且它是用热熔，热熔它的温度大概维持70度而已。它不是像一些叫氯的物质哦，氯的物质如果说经过燃烧之后，它会产生大号星。那保利龙如果经过燃烧，我也不敢说它不会产生大号星，它大概那个就是800度、900度下去烧的，热熔只是大概70度，就将它的这个里面的空气跟水把它挤出来，将它很蓬松、很体积很大的一个保利龙，把它弄成一小块，大家电视机前面有看到哈，一个比较硬的、硬度很高的一个像类似圆球或长方形的一种东西，然后便于这个运送到我们末端的处理厂，再做一些塑胶类的二次废料，像我们一些键盘啊，这个电视的这个遥控器啊，那些塑胶类的哈，这个都可以用保利龙这些来做。那我们也不敢说哈，我们是没有错了，反正环保做再怎么样做，总是有些疏忽的地方。我们本来在民国这个今年110年嘛，107年的时候是在这个东光路，就在翠峰商圈对面哈。这个因为我们回收回来，我们就整个交给我们花包的这个厂商去处理，其实是业者的关系。他当初就刚好放在翠峰山庄的对面，那因为那边真的是离翠峰山庄这一条马路十几米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热熔起来比较味道。那后来我们就接受民意，我们就迁移到这个天外天，应该是对面这个墓园的啦。既然是墓园，就应该是人迹很稀少了。我们本来以为说啊，这么远的应该对民众不会有影响，那结果住在附近的美德世界的、或东风街的民众说，他们或多或少还是有闻到这个保利龙经过热熔之后，有一点刺鼻的，类似像这个阿莫尼亚的味道，所以产生了这两次的陈抗啊。而且第二次是今天早上，他们才又去了一次。那我要讲一下这个保利龙热熔哈，这并不是我们基隆市规范规定，这是中央有认可，中央也把保利龙认定为是必须要强制回收的东西。我们在109年基隆市也要将保利龙跟旧衣服把它公告为要回收的物品，所以你们乱丢保利龙是有可以罚款的。那保利龙回收之后，很多县市也都是跟我们一样哦，是用这个热熔机哦，我们看一下。这台机器叫热熔机，那这个也是末端的保利基金会他们提供给这个前端的这个回收厂商来做热熔使用的，然后他们末端有跟这个好的这个技术再去做，那也不是说只有基隆市在做。那保利龙从这上面的投入口投下去之后，经过70度的一个热熔，然后就从保利龙球从这边出来。那我们上次刚好，因为我们厂商也没有将以前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染防治设备把它设置好，那刚好这次民众来就他们就有看到了，所以我们在大概半个月前嘛，然后他给我们说大概一个礼拜之内要做好，没有做好热熔是不能热熔的，所以我们现在厂商就赶快去找厂商这个其他的这个空气污染防治设备哈，集气罩。而且做风管的厂商已经现在目前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我们空照科的检测人员到现场去测这个挥发性有机体哈，就 VOCs 哈，那这个周界测起来这个味道哈也都没有违反这个法规的这个最低值哦，所以是合乎规定的。那我们新义区的民众还是希望说，
如果有可能哈，如果可能，他希望我们保利厂在迁厂，我们已经迁到墓园旁边了，他希望我们再迁到更没有人迹的地方啊。我们也是跟他说我们同意了哈，但是要给我们一点缓冲期的，毕竟基隆市要再更深入到深山里面去，我也不晓得将来车子的运输还有东西的载出来，这也是很麻烦的哈。啊，污染防治设备还有保利龙的冲洗，我们会加强做宣导哈。因为保利龙一般呢、啊，我们都是这里有三个步骤了哈。因为保利龙如果除非是家电用的保利龙，要不然一般都是比较脏。第一个就是要清洗啊，让保利龙上面的异物啊、异味把它清洗掉。那第二个就是撕啊，保利龙上面一般都有胶带，然后我们要将胶带撕掉。那第三个就是装，然后这个分别。装入透明的塑胶袋，然后排出，那再交给我们的资源回收车。那经过这两次信义区的民众陈抗之后，哈，我们也汲取了这个民众的一个这个指导了，哈。啊，除了在地点我们会再去找之外，那我们希望中央哈能够看是不是从国外能够引进更好的技术，啊，不要用这个保利龙减溶剂啊。啊，可能还是有一点阿摩尼亚的味道，那民众会引起心理的恐慌。那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可能不是像氯的那么严重啊。如果有这个比较高深的激素，我们基隆市当然会赶快跟进，让民众的生活上更有保障，让他们能够更安心一点。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环保局其实很积极的在处理，除了就是要做好那个防气罩之外，而且他们更是监督他们要充分的清洗。那最后他们还是有在找地点了，所以还是要需要给他们一点时间。那说到这个保利龙结束之后，要看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环保局的小广告。哎，很多的那个走出家门之后看到电线杆上贴的那些小广告，或者是电线杆跟电线杆之间的布条，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爱观瞻。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环保局针对这样的布条违规的小广告到底做了什么执法。真的很夸张，里长从袋子拿出厚厚一叠违规乱贴的小广告，一个月就将近撕掉300张。更可怕的是，小广告的残胶就此留在铁门、墙壁及号志杆上，造成市容脏乱。有些违规小广告是那个薄薄的那个胶片，那里面那个残胶那粘得很牢固，你要撕它都不容易，有时候要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才有办法把它撕掉。那些没有撕掉的话，会残留在那个地方，造成很大的一个脏乱。我那里因为靠市中心，那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曾经也大概的估计过了，一个月大概有600张的那个违规小广告，那现在还好一点，这个月大概有300张。基隆市环保局指出，违规小广告以房屋广告最多，目前才1张1罚，也积极透过其他手段，希望彻底减少违规小广告数量。在这样的一个张贴小广告，其实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而是会被处1200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那1200到6000元其实非常重。那环保局为了要杜绝这些小广告随意的一个张贴，目前采的是1张1罚。也就是有人违规贴这样的小广告，如果被环保局稽查到的话，我们是以张贴的一个数目，我们采证完毕之后是以1张1罚，而不是用你这样张贴这样的一个案来进行一个处分，所以你的处分的金额可能高达上万元。我们希望我们所有要卖房子的一个屋主，请大家能够互相配合，这样贴小广告并没有办法能够马上达到了一个销售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呢希望屋主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观念，不要要求营业员说我们的一个中介营业员去张贴这样的一个小广告，因为这样张贴的小广告只会造成市容的一个影响，并不会增加这样的一个售屋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能够要求那个 NCC 国家传播委员会能够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张贴小广告上一个电信，能给予更便捷的一个查询。那我们会进行依照违反电信法第8条如果有张贴这样的小广告，来做一个立即断话，那让这支电话就没有它的一个功效。另外，到年底前，环保局也奖励民众撕违规小广告纸张达0.5公斤，就可以换取抽取式卫生纸1包，以此类推，希望透过全民力量来维护市容环境。
哇，维护市容环境环保局真的是费尽心思哦。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这个违规小广告真的是造成我们市容的凌乱，也造成我们市容的冲击非常的大。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环保局清洁队员除了每天打扫的时间来加强清除以外呢，我们稽查人员也每天在每个时段都来各区来加强稽查。那真到依照我们基隆市那个广告之条例以及废弃物清理法的一个相关规定哦，没有经过许可来张贴广告是违法的一个行为。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照那个违反废清法的部分来做一个告发处分。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业者一再的来张贴，那被我们查处了那我们多次的发现他屡劝不听，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依照电信法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来停话处分。我们基隆市针对这个部分是针对那一支一直在打广告的那一支电话停话一年的一个处分，这个是我们的做法。那另外呢，针对那个仲介业者这比较特别，这个仲介商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来张贴广告做这个手续的话，那我们可以将这个案例移到我们的地震处去来，可以依照不动产经纪业的一个管理条例来做一个处分，这个处分就会比较重就大概会6万到8万的一个处分这个部分，这个以上是我们用那个能够抓到就是违规的业者那个张贴广告的业者来做一个处分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此也要呼吁我们所有的民众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为了我们的市容的一个观瞻跟市容的一个干净度那需要大家的来配合。就是说张贴广告在是一瞬间，我们稽查人员通常在巡查的时候是很难去看他张贴到，因为去到了他就离开了，或是我们清洁队员他早上跟下午清扫时间把那个广告撕掉了，撕掉他在我们清洁队员撕掉以后的时间还有假日的时间就来张贴广告，这个部分需要靠全民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来配合。只要有看到这个张贴广告的这个违规的业者，赶快打电话到我们的稽查，到我们环保局来，我们立即派员去，或是说可以用检举的方式，将他张贴的这个所有的动作把它录影起来，那交给我们环保局，我们环保局可以依照这个来做一个处分，大家共同为了这个环境，共同来遏止这个违法的一个行为。是要有干净的市容，真的要大家一起来那同样的，有时候在路边有的车子站那个停车格，一看就是废弃车，但是这个停车格一站这么久，也没有办法处理啊，到底怎么办啊？一块来看看。黑色休旅车，车上已经蒙上一层灰，环保局贴上车辆一致劝导单，但车子一停就是3年都没有移动。太久了啦，对啊，他那边是公有的嘛，对，公有的人家都。就现在我们这么记得，你现在停车位真的很难找。中山区通仁街134巷的停车场，黑色休旅车没有挂车牌，一停就是3年。另一台黑色轿车也没有挂车牌，占用停车位。当地居委里里长郑淑华在市长访视基层座谈会上，希望市政府能够协助处理。因为这一台放在那边已经搁置3年了，后续。最近又有一台也是放在那边，所以一直都卡在说环保局的回复是他车身未到毁损然后警察局的回复是他不是停在路边，所以等于说是一直在法规的模糊地带。里长说，由于环保局认为无牌车未达到废弃车的标准，警察局也回复车辆没有占用道路，应由土地主管机关处理，各单位互踢皮球，让无牌车占用公有停车场，一停就是3年。市长林佑昌当场指示，一周内要移除完毕，不容许挑战公权力。
这没有什么道理，没办法处理的啦。他如果丢在那边三天，哦，那我们说哦怎么样怎么样，他丢在那边三年，这如果再没办法处理，实在是不晓得，因为没什么天理。法治的问题，哦，一定中华民国万万岁，然后中华民国也万万法，法律一定可以找出可以处理的啦，没有那种找不到这个不能处理，然后各单位不要推来推去，哦，那这个事情就请中华处这边列管，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请昆峰处长这边你们直接协调处理，哦，法治的问题就请这一个法治小组召集那个执行秘书，请那个消保官来协助，哦，一个礼拜内把它处理掉。当地巨人里停车空间有限，但车主却摆放无牌车占用停车位。不管原因如何，这回踢到铁板，市政府将强制一致，不让占用车主钻漏洞。哇，可以看到这个废弃车占用停车位占这么久，那到民众就会怀疑，这个废弃车或者是这个报废的汽车应该要怎么丢？如果丢在那边没有人处理，到底要怎么处理？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排队，我们的那个区队长。好的，那我还是先跟大家宣导一下，就是有关那个废弃或报废者一个汽机车的一个处理的方式。那其实说，像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市民好朋友，如果有就是有没有要使用的一个汽车或机车的话，那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可以先把我们的那个车牌拆起来。那我们只要取下车牌，然后连同我们的一个车主的身份证印章、行照，还有就是代办人的一个身份证印章。那我们到监理机关，我们就可以来去做我们这个车籍的一个报废。那有关车底的脱掉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请那个我们的市民好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合法的回收业者，然后办理我们的一个车体回收作业。那回收商都会给予报废车辆，就是有一些回收现金的回馈金。那在我的一个图板上面，就是有提到，就是有目前在基隆市的一个废机动车辆的回收厂。就是目前就是有这四间，然后可以来为那个都可以来帮这个市民好朋友来去做这个废弃汽车的一个处理。是，可以看到基隆有四间哦。潘队长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是，我补充一下哈，这个如果说刚才讲的是民众他自发性的将自己的废弃汽机车拿去这个废车的拖吊公司，然后报环保署。那如果汽车的话，一辆要补助1000块钱。哦。那机车的话是300块钱哈。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就是，车辆达到废弃标准的话，那车主，如果不把它处理掉怎么办？我们现在一般的跟警察局有个分界哈，就有牌车是警察局负责去查报张贴，然后移到我们环保局来拖掉。那无牌车的话，就区公所或环保局去查报张贴，那环保局自行拖掉。那这一般的这个程序啊都没有问题。那刚才市长在9月22号在中山区市长环城基层的时候，那个居恩里里长哦，又讲到那一辆黑色的尼桑的车辆，他说放了3年哈。其实这个大家的一个争议点，就是在我们的认定那是。看用车，那里长是说啊，他站车位放在那里那么久，而且都已经生锈了，所以说我们看用车应该也不太敢去给他拖，因为怕将来车主他会主张他的权利。但是后来那一次在市长才是一个礼拜的处理之后，哦，我们就跟警察局啊、区公所大家共同会勘，然后将这个引擎盖打开，那查引擎号码，然后。这个找车主，找出来他自己切解啊，他要处理，后来是这辆车是这样处理走的。那现在市长也有讲哦，说我们这个要办一个扩大废弃汽车一个拖掉的专案，那期限是在2个月，就可能到11月底。那我们已经开过2次会了，那这个区公所也在10月中旬将他们里内的一些无牌废弃汽机车。金融查报给环保局来会诊，那警察局他们有自己的系统哦，他们是有牌的废弃汽机车啊，他们的系统查报好之后，他们也报给环保局。那我们现在所接到的总数量哦，这个汽车大概100多辆哦，我们
平均一个月的汽车拖掉它20辆，所以这个这么短暂的日子之内，两个月我们就拖5倍的汽车。那机车我们通常是拖在一个月100辆出头，那这次是收到的有400多辆，我这是4倍的机车的量。那 OK， 那这些都比较没有关系。那现在就碰到刚才我们跟里长所认定的这个，他认为是占位置、占停车位，那我们是认为是看用车。那现在又发生的这种问题的话，我们经过两次会议这个讨论之后，就说将来就比照举了你那个案例，好，我们找里长、警察局、区公所，然后请锁匠来开锁啊，开锁查引擎号码，那由警察局去通知这个车主。那车主如果在时间之内将车移走，我们就不去拖掉它。那如果没有移走，我们张贴7天之后，我们就将这辆车当成废弃车，我们就把它拖走了。所以在这里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你有车在这个停车站，这个占车位，或有一些这个卖车的公司，或有一些因为你为了要省这些牌照税啊什么税，你车子可能把牌照拔下来停在某个公共区域放了很久，那大家都觉得比较不喜欢，心里不喜欢，但是对你又没有办法，可能环保局要展开铁腕，要强制拖掉这些车辆了，所以请你要赶快啊，加紧将你的车辆做个处理哦。你正常开，不要长期占用这个车位，这个都 OK 没有问题。但是长久的占了1、2年、2、3年的，这个你就麻烦你赶快叫一个尽善的一个处理。是哇，所以可以看到环保局也相当用心，这一次终于找到方法了。就是市长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我们就要执行哦，就是要让我们的环境变干净。那说到环境变干净，其实有一个东西也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讨厌，就是我们的烟蒂哦。有的人烟蒂乱丢，哎，环保局会针对此事来开罚哦。我们要请教纪政。对，针对哈这个烟蒂哈，真的是有吸烟的人，我们发现哦会丢烟蒂，大部分都会把烟蒂丢在排水水沟里面，还有花圃里面，那造成我们的那个下水道的一个阻塞，还有环境的污染的一个情形非常的严重。尤其是在我们环境考核的时候，都发现有非常多的这一种，那公园呐，还有下水道到处都是烟蒂，影响我们的环境卫生非常的严重。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环保局也有目前也有针对比较容易被丢烟蒂的一个地点，我们目前设有40个一个热点，容易被丢烟蒂的那个弃置点，比方说是火车站啊、公车循环站啊，还有那个计程车的一个排班的一个点，这一些人口聚集比较多的点，我们会加强去稽查取缔。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有积极的作为来遏止这一些乱丢烟蒂的行为。那另外呢，我们也有针对那个在去年今年国家清洁月的时候，我们有各区公所在环境大扫除的时候，也透过各区公所在大扫除的时候，大家针对烟蒂的部分来加强做清除的一个做那个比赛。那竞赛的结果呢，我们发现成效还不错，7个区烟蒂清除下来接近有9公斤的烟蒂，9公斤的量是非常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环保局除了清洁队，还有我们各区的志工，还有各区区公所都在加强清除以外，还有稽查取缔告发的行为以外，我们还有检举达人。每年我们有透过我们基隆市民众检举的一个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这个案件的奖励办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针对随地吐痰啊、槟榔汁啊、烟蒂啊这一些都会来做一个处分。那我们一年统计下来，我们有发现109年我们那个检举达人所检举的案件数里面呢，有2000多件是民众检举的案件，其中有1970几件是烟蒂乱丢烟蒂的情形。我们这样统计下来，占了97%的案件数。那在一百零
110年一到九月目前统计的一个数字里面，哦，1778件的一个成绩，那个检举案件里面呢，也占了1730件，哦，这样统计下来也占了97% 的一个案件数。就是要告诉你，检举达人就在你身旁，所以不要乱丢烟蒂。所以呢，我们哈，这个检举达人，我们是鼓励，就是说，也对我们环境有建设，也有帮忙啦哈，就是帮忙我们的稽查人力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有提供他检举奖金，就是在针对检举那个告发处分后的一个罚款金额，提供30%的检举奖金给检举达人来做一个那个奖励哦，这个部分是检举奖励的部分。那我们在此为了我们环境，也呼吁我们的瘾君子随时要携带自己吸烟，就是说抽烟下来吸烟哦，可以带吸烟筒或是自己收集的一个器具或是一个纸袋，把那个吸烟的那个烟蒂把它装起来，不要乱丢在我们的环境上，污染我们的环境哦，让环境靠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维护。是，所以可以看到，真的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最后我们还有5分钟哦，其实这个环境教育的推广，我们在环保局上看到非常多的心力，我们要请教潘队长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落实的环境推广，有什么样的方案呢？我们台湾呢，在1999年6月5号哦，就公告了一个叫做环境教育法的一个法源依据哦，这是推动环境教育最重要的法源。那这个法源是我们国际上是第六个完成这个环境教育法的这个国家。那我们基隆市也依据这个法源，在100年有订立了一个环境教育行动方案方针，然后我们就依据这个方案方针来推动环境教育相关的一些规划啦、活动、宣导、辅导、补助，还有法规查核等的推动工作，然后由志工呢来深入学校、社区啊、机关啊等等单位来引发市民啊，来建立一个正确的环境保护的观念。那我们通常我们的推动呢，都有透过志工。那目前我们的志工有一般的志工，还有环教志工，那还有我们的慈济志工。那我们的一般的环保志工，我们都会跟他上课哈，有落实一些减碳、优质生活、绿色生活，还有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哈，然后由他们当种子教师，然后到一些社区、到学校去做一个宣导，让民众从心里面正确养成一个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的一个习惯。然后我们今年度也招募了一些环境教育志工，那总共有31个人。那其中有24个人完成了特殊教育和训练，那这些都是我们派出去的讲师。那另外慈济志工哦，这个人数可能是很多哦，大家都知道，每个礼拜日都有很多慈济志工在做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些工作。那慈济志工跟我们环保局的配合度也好，在中元节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绕街的活动，各个休息站慈济志工都要教导民众做分类。怎么样做垃圾减量，那甚至现在慈济甚至跟我们办了一个减收同盟的活动，就是说我们的志工慈济的志工一起在推动一些菜市场摊贩店家，如果他们能够对他们来的客户能够提供，他们自己能够带一个这个自备环保杯或餐具的话，他们就会给他优惠，会用手机扫描一个贴图，然后集合这个10个贴图，就可以向环保局来申请一个便利商店50块的优惠券。这不错耶。对，来鼓励他们有这个措施哈。那以上的种种都是我们环保局是透过志工啊的方式来推动啊，提升我们的资源回收率。我相信这个是透过志工是会比较有效果的。是，好，那去年的整年回收率又怎么样呢？我们要请我们的区队长来跟大家分享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这张图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104年到110年来，我们的一个资源回收率是逐年的一个上升。那我们在109年的一个全市的一个资源回收率是54.21%，那到今年的一个9月的话，那我们的一个回收率已经提升到
54.44%。那当然就是其实资源回收真的就是靠你我来去做一个共同的努力。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们也有持续在加强宣导所谓的一个源头减量及正确的一个资源回收方式。那我们就是要透过源头减量来去减少我们的一个垃圾的一个产出。那另外我们在今年度我们也有办理了32场次的一个宣导活动及10场次的一个 DIY 的一个手作课程。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些手作课程的一些作品，例如像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一个旧衣服来去做一个杯垫，或者是说利用我们的那个浮球来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小型的盆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浮球，然后加上彩绘的方式，然后里面我们可以放一些泥土，然后可以来去做一个就是蛮可爱的一个盆栽，好可爱。那此外像玻璃瓶的话，我们就是也可以来自己 DIY 做一个就是类似一个夜灯的一个灯饰。对，那这些其实在都是在一个 DIY， 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在那各位市民好朋友就是在家里，我们也都可以来好好的尝试一下。对，就是可以就是爸爸妈妈在那个假日的时候，哎，来陪小朋友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手作。那此外，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宣导的课程。那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课程。那像我们在资源回收的话，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 FB 就是有一个基米爱回收，然后那个 LINE 的话就是有一个基米就想赖着你。那只要搜寻这几个关键字的话，就可以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环保局的一个资源回收的一些活动，就是看，对，就是一些最新的活动，我们都会把它放在我们 FB 跟我们的一个 LINE 讯息上面。那另外，因为今年度那个严重就是 COVID-19 的影响，所以其实一些家户垃圾跟回收物都有那个上升的一个情形，尤其是那个纸类啊跟纸容器都是那个目前增加的一个吨数是最多的。所以在我们环保局，我们在今年10月份，我们就是有一个推广民众自备餐具享优惠的活动。那就是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些活动啊，来去鼓励大家说，我们就是自己自带那个我们的一个环保袋，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出门在外，我们就是自备环保杯，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减少使用吸管，那来去自身做环保，然后来爱就是爱地球，对，爱地球。对，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三位专家，我们三位来宾哦，带大家来了解近年来环保局所进行的资源回收还有垃圾减量所做的各项努力。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要一起爱地球做环保，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您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吹蜡烛吧，来，好啊，我问你，走，一定要小心。一年前，哎妈，妈，
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喽！